并任陈诚为国防部长。所谓李白不可分，那么既然李宗仁当了副总统，白崇禧你就不能继续担任你的国防部长了。所以说，白崇禧这个时候呢，可以外放，而之前白崇禧是一直这个蒋介石是不放他出去掌兵的。那么这样呢，这种方式呢，就是说我不会让你两个人同时在我这儿，两个人联手来这个对我产生影响。1948年11月12日，解放军在辽沈战役中大获全胜。次日，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、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刺杀身亡，